先看这个段落。对，这个是有这样的，你会发现，但是这个推拿的话，你会看这个地方的足迹，足迹要越小越好，越小越好。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比较，比如说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会很轻，它是不是？那就是它的变量的或用力不要过大，经常。就是。